Ready Go！ 太恶心了啦！这一位在场闹场的人叫做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宏威，我是纯粹的新闻工作者。就是你诬告败诉女王，天天在败诉，还有脸在这边讲话？出入过多少次了，对不对？人家告你多少次了，你好意思吗？哭一下啊，现在就哭一下啊！你不是最爱哭吗？你也可以在地上打滚呐、啊，你也地上打滚过呀。你好像那个，我像什么？你好像是那个泼妇骂街啊！不跟这种人站在一起了，各位，丢脸，媒体的败类，直接说，你不是要来闹场吗？你是什么呀你？你老公吃软饭吃了十几年，你自己把话说清楚吧你！我老公跟我离婚了，再见。你羡慕吗？你王宏威，谁嫉妒你老公啊？你自己送上门来挨打。挨什么打？你策动人家，你自己送上门来的。我告诉你，我向张淑娟道歉，我也不想理你。我现在是跟张淑娟道歉，什么？你靠一边去了，跟你无关了。你才滚一边去嘞！你滚一边去！这件事情跟你有关吗？你叫张淑娟吗？你叫张淑娟吗？大家看一下，你叫张淑娟吗？这不要脸的媒体人，你还好意思讲媒体人？不要脸！媒体人做50年，我要不要脸是我自己的事情。对你不要脸是你的选择。你更不要脸，你为了要选举蹭人家周玉蔻，你要脸吗你？蹭什么周玉蔻啊？不要脸！今天是你过来的。今天他提告我找张淑娟，你过来干嘛？哎，你叫张淑娟哪的？你叫张淑娟，所以你是策动的人了。我策动什么？是你污蔑的人。我哪里有污蔑人？我现在跟张淑娟道歉，再见不见，拜拜。Lady Go。你妈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张淑娟跟她有什么关系？她待会会打滚哦，她待会会哭哦，会打滚哦。你是想要得政治红利的不要脸的蟑螂？你才是蟑螂，你老鼠，你老鼠，笑死人，这样不好玩哈！你才是人见人讨厌的，想选立法委员选不上，只要你败诉，我败诉过又怎样？关你什么事？丢脸，丢脸又怎样？不要脸！你那是你王宏威讲的，你王宏威要脸吗？我告你干嘛嘛？谁稀罕告你？我告你，你还想蹭我的那个流量去选立法委员呢？鬼扯嘞！鬼扯是什么？是你，你是鬼，你是鬼！王宏威是在那边挑拨离间，搞政治斗争。那个，这位没关系，大家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，你们不要这样子，好不好？你让我们过。我们应该他走，带他走。阿丽，张小姐，我跟你道歉，不要这样子。王宏威，你是暴力，你们不要这样。张小姐，不要急呀，王宏威暴力相向，王宏威暴力相向，进去法院讲，不要这样。我知道。Coco姐，拜托你不要伤害他了，求求你。不要下。周玉蔻一进总部就和工作人员开骂，索性坐下来不走了。开始啊！我们就是这个做法。周玉蔻坐在地上不走，警察来了也无可奈何。Yeah.
边甩，警察放手了，周玉蔻还在地上斗退路。我坐桥给你们看，我坐桥。你在那边静坐是吧？我坐桥，我这样子我就坐桥给你们看。喊着撞墙没人拉，还被笑丢脸。总部人员看不下去，要将周玉蔻拉出去。他甩开后，边走边骂，边骂还边拿麦克风。骂够了，哭累了，周玉蔻上车走人，从里到外30分钟，谢长廷总部全部傻眼。周玉蔻来干嘛？他来跟谢长廷抢李登辉。就是一个欺瞒的蔡英文，是一个包装的蔡英文，是一个假的公主。民进党人上上下下要用一个大包装，要用一个钻石的皇冠，要用很多的包装纸送出一个这样的总统。换句话讲，他是一个假的民进党人。太伪装他自己，太躲藏他自己，然后他太会营造一个假象的蔡英文。真的蔡英文不是这样，即使他的出身都不是如此。他从小是在台北金华饭店附近长大，一个富家女，是在一个国民党的统治环境的这个家庭长大，是一个客家人不会讲客家话，台湾人不会讲台语啊，然后生活超忧郁的优渥的一个女性，30岁以前没赚过钱啊，然后开了有朋友说她开了律师事务所赔了钱没关系，因为她爸爸就帮她还了钱，没有什么经营组织的能力。然后进了大学，刚好她的同事她的好朋友叶国兴把她引进到李登辉那儿，然后一下子就开始进入政坛。那刚好就碰上那个很笨的陈水扁跟很狡诈的邱毅人。那陈水扁为什么这个跟邱毅人要提拔这个蔡英文？当然跟蔡英文的努力跟他们建立关系有关，那当然也跟蔡英文的博士身份啊什么也有一点点这个关系。可是蔡英文多年来他接受访问都不准人家谈他的家庭，比方我不认为这是隐晦避讳的东西，但是一个总统他必须接受100%的彻底的检验。他的母亲是他父亲的一个二房，也有人说是三房。不管怎样，就是说那个大家庭让他形成了他今天的个性，那种复杂的环境才形成了今天的蔡英文。那蔡英文为什么不肯承认？连这么简单的事你都不肯承认，那你还有什么事情你愿意承认愿意坦白？如果你不告诉大家，你就是一个欺瞒的蔡英文，是一个包装的蔡英文，是一个假的公主。那民进党人上上下下要用一个大包装，要用一个钻石的皇冠，要用很多的包装纸送出一个这样的总统。他要选 Prada 级的副总统，因为要门当户对，要跟他一样的，又有钱，然后又有学识，又有什么？结果这些人多半都跟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很像。换句话讲，他是一个假的民进党人。他是澎湖福朋喜来登酒店推出的海皇鲍鱼干贝 XO 酱。小小一瓢啊，可是有大大的学问，里头有很多像是呢，这大干贝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氨基酸，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，因为它里面有球蛋白，也是加分再加分。